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陈绮贞，我喜欢的程度已经有点到那种脑残粉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现在超讨厌周成武，我想真的，谁敢欺负女神，谁就是我的敌人。你知道吗？今天算是我的那个小小的圆梦演唱会，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陈绮贞，而且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很喜欢喜欢，可是我喜欢的程度已经有点到那种脑残粉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现在超讨厌周成武，我想真的，算了不讲这个，不要。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他，就谁敢欺负女神，谁就是我的敌人。你们想要听陈绮贞唱饶舌吗？难道这就是你说的宇宙？